发疯，难道中了毒？席梦火就王气疯了。冰火两仪眼的泉水是天下至寒至热之物，我好不容易才雕琢出这双层玉瓶，把炽热阳泉和寒极阴泉同时注入保存。炽热阳泉的温度可怕至极，一吸便能将剑头完全融化，只要时机恰当，完全可以烧穿邪魔虎鲸厚厚的皮肤，然后睡意。比我想的还狠，连族人也能果断杀死，五脏六腑全都化为焦炭，弩箭也被焚毁了，这样才能不留任何痕迹。邪魔虎鲸探测能力出众，但明知有敌人却无法追踪，他们的精神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。都去找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我的地盘上闹事。你的瞬移就像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凭空出现，经过刚才的验证，引起的波动十分轻微，更别提邪魔虎鲸的注意力全被弩箭吸引走了。一群废物，连敌人都找不到。携带的瞬间完成绝杀，突围着敌人的恐惧在邪魔虎鲸群中已经迅速蔓延，这就是唐僧的目的。